奇怪，闷闷不乐，恶心，害怕，恐惧。我的小狗很奇怪，它害怕老鼠。我的小狗闷闷不乐，因为它的好朋友回家了。吃饭前要洗手，因为细菌很恶心。恐惧和害怕是同义词。吃饭前要洗手，因为细菌很。我的小狗很，它老鼠。什么和什么是同义词？我的小狗，因为它的好朋友回家了。请把 U、耶的拼音圈出来。舅爷爷、舅舅和一头牛，牛踢球，球拍舅舅，舅舅拉着球，鞋踢着牛，酒，舅，蟹，茄子。我的小狗很奇怪，它害怕老鼠。我的小狗闷闷不乐，因为他的好朋友回家了。吃饭前要洗手，因为细菌很恶心。恐惧和害怕是同义词。我要帮助爷爷。友友记得他小时候，爷爷常常教他念书。爷爷念一句，他跟着念一句。那时候他们好快乐啊。悠悠想，现在我长大了，可以帮助爷爷快点儿好起来。于是悠悠每天和爷爷一起念书。悠悠念一句，爷爷跟着念一句。他们很快乐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每天吃完晚饭，爷爷两只手扶着悠悠。悠悠走一步，爷爷跟着走一步。爷爷一天比一天进步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悠悠还扶着爷爷在公园散步。爷爷每次都买两个冰淇淋，他们一边走一边吃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半年以后，医生说爷爷完全好了，全家都非常高兴。悠悠最高兴，因为他帮助了爷爷。在悠悠小时候，爷爷怎么教悠悠念书的？悠悠怎么教爷爷念书？悠悠怎么教爷爷走路？过了多久，爷爷的病完全好了？一边一边。